What?哎，中野二打二，中野先生先被打了一套，但奈特这边血线下得很快，而且加一个慢一点燃的，然后自己和中野去了，去捡一捡自己的被动。哎，这边打一套消耗的一些调整吧。对，上把就是吃了这方面的亏嘛，这里出流香有点危险，先拉开一下距离，唐僧还没赶过来，第一时间的话预言家也赶过来，不知道往哪里走了呀。唐僧一踢，哎呦，不敢踢过去了。下路盲僧在旁边，所以这里，但是巴德还没六级啊，他游走，全部来到了上半区，要去争这条下路先锋啊。小东北这边也靠过来了，五打五打大团战了呀，这波。猴子这边率先发先把大给用了，哎，打残了三六九，这波其实战略意境还不错啊，但是，但这里万豪有踢，对，有踢的话，我觉得反而威武这边不好接了，是吧？反倒是盲僧这里先被一个圣使炸弹炸起来，落地即遭秒杀。妮蔻一屁股坐下来，先要秒掉预言家。双方打了一波野辅的一个互换，卡萨一丝线一个大招想规避下伤害，出来支持潘森收获一波 double kill。J.K. Love 还在屏幕的上方，还在不停的去拉扯，自己有一个折进，配合自己的队友先行秒掉了潘森。干好这一拳拉满伤害了呀！这波还是感觉猴子对单人万豪用一个大招还是有点亏的啊！哎，闪现一个 E 技能想去拉小东北，再接两下平 A， 阿水拿到这个人头。这波很果断呀，滔博这里又要去动这条峡谷先锋，几个人在这里齐聚，怀抱一个 Q 技能，但是没能控住，但是大招是补了一下，控住了 Knight， 想压起身，但是 Knight 一个金身刚好规避，这就是他中亚的作用。同时他自己哦，万豪一拉三个，同时泰坦在旁边接了一个 Q 技能，再接大招，突然的一波爆炸伤害，用塞莱亚斯斩获双杀啊！利用巴德和潘森的大招抓边，不要正面打，正面打的话其实是滔博。不虚的，哎，这里想抓手 Jacky， 但是反手的泰坦看得很不错。潘森这边坐过来之后，伤害不一定够，交了一个精华拉开距离。哇，盲僧的踢也踢空。这几波阿水的走位很细节啊，看一下预言家交一个闪，刚好呢没法闪过墙，反手一勾，自己先行倒地。阿水往后拉扯，盲僧一踢踢到了他，再想摸眼吗？不行，阿水交了一个闪现，但是还是被猴子锁盯上。猴子一个大闹天宫，将其收下，塞拉斯塔下拉住猴子，猴子应该要死。Knight 已经开始暴走，反手再投一个妮蔻大招。上把其实也是的，也有点挡不住。对，这盘的话也同样 ，Knight 这边十一级了。哇，闪现过来想爆，爆过来刚好还砸到盲僧，一技能碎骨晕到两个人，一个金身控住了卡萨和小东北，小东北瞬间死了呀。反而这个金身有点帮助对手压起身了，闪现过来挖狙击，闪顶两个人，一个端走，恶虎青阳将其带走。哎呦，这一波打的也是行云流水，楚留香在塔下没人能帮他。虽然说没有小兵，没有兵线，卡萨远距离顶塔，潘森塔下顶盾，交换了扛塔，没问题。白凤这里不走吗？强行控在墙上想打一套，伤害差。你遇到的是一个泰坦啊，泰坦很肉了，差伤害，而且那虽然烈这么大，还是和上把一样。哇，打强行开卖自己，潘森顶盾后撤，但是顶盾一结束就要被一屁股坐下来吗？一屁股坐死了。盲僧踢过去一个二闪踢回了 JK Love，JK Love 被反手一个真妮蔻的一个大招也一下坐死。盲僧二段踢踢走了一个泰坦，只剩 Knight 交出闪现，猴子一技能跟上来 ，Knight 反手拉一下回一口血。这波虽然说是拿下了小风龙，但是滔博也是付出了两名人员阵亡的代价。要背，背回来一个小东北之后，小东北这边没有闪现的情况下，将一个治疗拉开了。侧面的话踢到卡萨，卡萨这边有点危险，钻一个洞拉开距离。滔博这边后续的话，在塔下也是，进攻上路二塔，威武全员回防，旁边还落了一个猴子的 TP， 这绕五个人齐聚，这有可能一大大五个没有猴子的视野的。而且这波的话，阿水是没有闪现的，进场接的还不错，
过去的话，对于好像跟不太了伤害。但是二段大招开出来，旁边又来了个 Nico 闪现进场，一下要做三个了，而且瞬间要被秒。同时 Knight 也开了一个大招加金身，但回头一看只是拖延了一下时间啊，队友都没了呀，三六九这边也不在，这波小东，这里应该是听到了啊。哎，但是还是要过来，没蓝，没任何操作空间了。有大招的一个卡萨，看一下小韩这边靠过来，但是一个大招还是斩杀掉，叫一个闪现拉开距离。盲僧这边也没有踢到，嗯，踢到感觉也杀不掉，还没大。是踢到的话有一点点危险吧，就可以操作一下。这里奈特这边踢过来，找 WiFi 这边能钻洞吗？好像钻洞 CD 了，但是三六九这边呢直接爆回了一个瞎子，摸眼拉开，还在操作。看一下瞎子这边的惩戒是进入 CD 的，是比较尴尬的。同时干那个卡萨也同样。卡萨也没有惩戒，所以说这边要打三六九这边这个位置，先一个蓄意轰拳保护一下自己。大龙是拉的，这波团战的话加速球直接开三六九，但是反手三六九爆的还可以，拉了一下 WiFi， 同时自己开了个蓄意轰拳想吸收一下伤害，但是有一个大招可以压他的起身。同时呜、哦、一个大招金光琉璃罩琉璃了两个人，并且他是一个打野和自己的下路 AD， WiFi 已经先行倒在地上，这个车有点难受啊。所有人全去找 JK 了 ，JK 了瞬间被打残，瞬间被秒。Nico 收到他的人头，外界还在不停的输出，外界机知道 Nico 的人头自己钻一个洞，能够成功的逃掉吗？一丝血，他成功拉开。阿烈想去抓一个 Knight， 一个火箭腰带帮助自己逃走。塔下预言家帮助自己的队友控制一下。这里 WiFi 这边落单，没有闪现，感觉凉了。现在 V 五缺乏一个辅助，野区的视野被扫光，视野剩下的有点少了。想去抓楚留香，楚留香先顶盾扛一下前面的伤害，侧边有一个 Knight 的进场，一屁股坐三个，也吸引到了盲僧的注意力。潘森已经先行被满，但他开了一个近身保护下自己，同时往后拉扯一下。那回头大龙有了呀，是中辅阵亡，这波 Knight 在正面绕屁股绕得舒服了，这还想再钓鱼吗？没必要了，直接再打，但打速度也不是那么的快。这边中上埋伏死了盲僧，那这样这个大龙的话可以稳稳拿下来了。是巴德加一个大招也是拖延一下时间，但总体来说拖不住，三六九要被阿雷所一顿棒打。阿雷这边的一个输出还挺高的，打出一个征服值打退了三六九，但是没有惩戒也真的是没有去抢大龙的一个资本。嗯，好，奈特这边没有闪现，但是炸出了一个潘森，也是意识到了危险，但后续的话巴德没有晕倒啊。哎呦，而且一个大招控了防御塔，接下来控上别人，这一幕好像有点似曾相识。萨拉斯还是瞬间被秒，同时三六九一个蓄意轰拳打的 AOE 打得很足，把四个人给打退。卡萨在侧面想找切入的一个时机，正面来讲二水这边在推。V 五这边一直没有抓单，也挺伤的。这边开了一个小东北。小东北这边的话被巴德的一个大招照一下，但是也走不太掉，反手一个大招配合一个潘森的进场，解开了我很危险，交一个进化再加一个秒表，拖延一手自身来讲的话一丝血被踹走，没有死。哇，这个盲僧直接把他踹到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位置，但是自己还是死的。猴子将其给收掉，战场被分割成两块，猴子阿雷在里面双拳难敌六手，自己死前是收获一波双杀，一直僵持在一万。但是这个局面来讲的话 V 五又拖到后面越难受呀。这里二 v 二，一爆爆回来一个阿雷，自己开一个大闹天宫，激发了一个血手，一个蓄意轰拳，猴子二段大招想再击飞，没有更多的机会了。楚留香是顶盾的时候给晕住了，但这盘奈特杀疯了呀，又拿下了一个双杀。后续 V 五这边双人组也没有太多的一个伤害去斩杀这个塞拉斯。看一下，在一个分推，三六九这边没有管，没有人管，这边锤的塔很快，下路的高地塔啊失守了，对着这个沙袋一棒子一不停的左勾拳右勾拳，但是旁边猴子和潘森要双进场了，盲僧也进场，瞬间踢过来 JK Love，JK Love 再度被秒，辅助开了个时间鬼石板甲，但根本就坦不住，预言家也要被带走，瞬间打了一波零换三，慢慢的等一下兵线。这一波最强，来看一下这个闪现顶，小东北瞬间被吃掉了，直接融化了。哇，那正面这四个人也不好接，了一个加速球，潘森顶盾后撤，再接一个闪现，偷的是一个猴子大招。中上要一起破了，那三路齐聚。这五个人现在
他在禁闭下面，亚塔盘子一开大，瞄准的是一个卡萨，那直接被勾了呀！几个人围在当中，楚留香先被打出第一条命，同时369开一个时间位置，半价自己非常的肉，还有一个蓄意轰拳，激活了一个非常厚的一个盾，保护了一下自己。盘子已经倒在地上，同时看看几个人在守一个盲僧，盲僧也倒，那应该要一波掉这波比赛了。Y4 控制一下自己的门亚塔，自己在水泉上套了一个虚弱给 JK Level， 保障了自己不在水泉上死掉，但是自己一个人也阻止不了自己的主基地被推。我们要恭喜滔博，还有这滔博还要强行上去，杀疯了，但是被 Y4 啊反杀掉了。好，我们恭喜滔博在这场 BO3 中获胜啊，拿下了 V5。Hello，Hello， JK Love， 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滔博的 AD JK Love。非常非常欢迎 JK Love， 时隔160多天再次回到了 LPL 的舞台，并且成功跟队伍一起拿下了这场比赛。今天心情如何？怎么说呢？玩游戏的心情一般嘛，主要是现在赢了还好。赢了还好，但是这场比赛你也说到了，玩游戏的心情一般，因为觉得自己被针对的比较惨。你怎么看待现在版本 ADC 这么一个状况？其实 AD 的话，这版本因为都大到雷位移嘛，比较容易死。但是我感觉今天玩的，我感觉对面的兄弟好像显示器里面只有我，就每次出门就是猴哥跟瞎子都给我当头一棒。是啊，玩的有点难受。确实是很针对啊，游戏体验太差了。是，那说到了对面很针对你，那你觉得自己来到队伍吗？跟队伍的目前的磨合怎么样呢？大家也很关心。因为就是我是前天才到的基地嘛，因为就是跟训练的话，也就是跟了一两天，还好就是这把赢的话应该是进季后赛，所以说后面还有几场比赛可以练一下。所以目前来说问题不是很大。问题不是很大，时间是比较充足的，是大家也会比较放心啊。但是阿水也讲到了，可能跟队伍的磨合的时间还并不是很长。是，尤其我看到你跟预言家最近也一直在双排，那你觉得自己跟这位辅助选手的这个目前磨合的这个默契程度怎么样呢？还有就是提升空间吧，因为就是玩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就是现在目前打的还算可以。感觉阿水的意思就是还在适应阶段，对吧？都在慢慢的去熟悉自己的赛场的感觉。是，有没有肖战有没有更游戏类的问题去问阿水？我觉得阿水，你觉得大家其实你的风格来讲的话，我觉得你没那么喜欢玩塞纳，但是我看你排位玩了挺多塞纳的，你怎么看待这个英雄的定位，包括你自己的感受？其实昨天玩了一晚上塞纳，只是单纯的觉得明天不会用这个英雄，所以说就去试一下。然后发现确实挺好玩的，然后也想骗一下对面，然后发现对面好像根本就是没考虑这一方面，所以说感觉没上道。对，三排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这英雄。好，我们也多问阿水几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大家也蛮想他的。我觉得阿水也是时隔160多天回到赛场呢，对于无论说是春季赛还是对于今年的自己，有没有自己的目标呢？今年的目标的话肯定是进世界赛嘛，因为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希望自己的状态能就是抓紧时间就是恢复上来吧，因为也很长时间没有那种就是职业式的训练，所以说还是掉的有点多的。我觉得阿水也蛮谦虚的，就觉得可能缺席训练比较多，说自己是掉的比较多，但我们相信阿水一定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快速的再次适应比赛的节奏，跟队伍的磨合越来越好啊。那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适合你，其实我们这个赛季问每个选手都是这个问题结尾，但这个很适合你，就是这么长时间大家一直以来对你的期待，对你的等待，有什么话对支持自己的粉丝和观众们说吗？就是很感谢，就是我离开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个人而言，就是这个转游戏的话也没有多说什么，反正因为我觉得说什么也不好，就也非常感谢就是粉丝们就是还是这么支持我吧，然后就希望
我来到滔博之后，这个队也能越来越好，也会有更好的成绩。嗯，好了，滔博有你的加入，也一定会成绩越来越好的。谢谢 JK 老师，谢谢阿水，谢谢。啊，谢谢。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